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344页，344页，我们从第五行看起，啊，课题，护佛中心。请看经文：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中心，常时不绝。经文就是这16个字。我们看念老的注解，这四句啊，这个受持如来甚深法藏啊，有二节啊。那么第一种是净严疏里面所说的，他认为明心见性是甚深法藏。啊，明修圣洁，如来藏心，是如来甚深法藏，是暗章基础，明现其心，这叫明心，故曰受持。是以明心为受持甚深法藏。前面我们学到此地，现在再看第二个讲法。二，真解曰：即闻持三世一切如来法藏也。闻是听到，持是保持，这个里头有受持的意思，有肯定的意思啊。三世一切如来法藏，过去现在未来，这叫三世，一切如来的法藏，不是一尊佛啊。这一句话含摄过去现在未来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经教，
个境界无法想象啊！啊，这是如来甚深法藏啊！啊，下面呢这几句话，两句话非常重要，多闻呢归一闻。一闻就是闻其名号，这个名号就是阿弥陀佛。日本净宗祖师所说的啊，他们从哪里学来的？从中国唐朝善导那个地方学来的，善导大师，我们净宗第二代的祖师啊，在那个时代，有日本的，有韩国的，有越南的。许许多多留学生到中国来学习啊，多半是善导跟天台宗的智者大师啊，天台宗传到日本去，净土宗传到日本去了。念老后面有一句话说：“是以闻佛名号，为受持甚深法藏也，弥后净宗。”啊，跟净土宗即所说的完全相同啊！啊，净宗这个法了，真正是难行之法。他无比殊胜，在一切法的真正是第一殊胜。的人生闻佛法，能闻到阿弥陀佛的名号，就等于你亲自听到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一切法，你相信吗？不相信啊，那怎么可能呢？啊，一尊佛所说的话，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说的，啊，49年讲经教学，我们把一切法缩小。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戒律也在其中，禅宗、密宗都在其中，没有离开。那么这一切法呢，就是一法。听经49年。多闻归一闻，你能相信吗？这一闻什么呢？就是听到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你不相信，有人相信，谁相信呢？海贤老和尚相信。20岁出家，
师父就叫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有没有会通三世诸佛一切法？他有没有会通？通了，真通了。为什么？一切法不离自信呐、这个道理要懂啊。慧能大师说得好啊，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跟自信的关系是一不是二啊。那阿弥陀佛这句名号就是信德的名字，念这一句就把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一切法全念到了，一条都没漏掉，不但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乃至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一切法，也没有漏掉一法了。这一法就是真诚、清净、恭敬心，念这一句名号啊，等于把一切诸佛的名号都念到了，一个不漏。把一切诸佛所说的一切法全包括在其中，也是一法不漏。所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无法想象啊，你想象不到啊，它是真的，它不是假的啊。所以我跟大家介绍啊，把这个比喻做一棵大树，这一句阿弥陀佛是树根，佛说的一切法了，那是枝叶，这一棵大树枝枝叶叶很多、为什么不相信？根子埋在地下没看见，枝叶子长在上面啊，这是很容易看见，你就相信，说它有根，我不相信。那这枝叶从哪里来的？地上长的，地上有根不知道啊。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就是那棵大树啊地下的根。它能生，它能长啊，这是我们自己的本性。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那一法身就是一棵大树啊。如何能够体会得？体会得一分，你得一分受用。体会得二分，你得二分受用。你完全不能体会，你学一辈子的佛不得受用。啊，有同学来问我，啊，借持戒跟念佛
是一不是二。念佛就是持戒，持戒就是念佛。为什么？持戒的目的是什么？得定啊。定是什么？小定是清净心，大定是平等心。你持戒，心清净了没有？心平等了没有？如果心不清净、不平等，你没有持戒。你拿着佛的戒律在造业，为什么？起心动念分别之处啊，拿着戒律的标准，像一把尺一样，到处去量别人，去找麻烦。释迦牟尼佛看到了，会流眼泪啊！你自己的果报在三途啊！你学错了，你不是当机者。啊，进了净土了，学了念佛法门了，啊，在学了戒之后，对念佛不相信了，念佛不能消罪业，持戒能消罪业，那么你今天远公大师的这个开示跟真解里面啊祖师大德所说的，你相不相信？佛法是圆融的，一切一切一切即一啊，它没有独一，它是任一。这个我跟你讲真话，一门就是一切门啊！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是不是一切门？是的，这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都承认的，都是这么讲的。啊，一门即是一切门，是理。对什么人讲？对法身菩萨、明心见性的人讲，他点头，他承认，没错，不是法身菩萨不能讲。为什么？不是他的境界，他有分别，他有执着。啊，他起心动念，他用妄心，他不用真心。啊，一切一切一切皆一，是对明心见性人讲的。啊，你千万不要误会了。啊，但是没有明心见性，六道凡夫，他相信净宗法门呢，他等于明心见性的菩萨，我们相不相信？我们相信。为什么？往生到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就是法身菩萨啊，所以对他讲可以啊，对修别的法门讲不可以。那理上讲得通，事上有差别。
啊，但是净宗法门像海贤老和尚一门深入92年不转弯，跟他讲心，啊，他很快就通达了。啊，上上根人呐，一问千悟。早年六祖慧能大师开悟了，他说出一部《坛经》，啊，海贤老和尚老师似乎跟他讲了，啊，你明白了，不能说，啊，明白了是什么？开悟了，这一句阿弥陀佛会开悟啊！啊，怎么叫老实念？怎么叫至诚心念？心里只有这一句阿弥陀佛，对一切事出世间法，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叫老实念，这叫用真心念。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是妄心，妄心念佛也很好，念久了，不知不觉的妄心就变成真心了。啊，秘诀就是要一直念下去，不能拐弯。拐弯这个境界你得不到，啊，不拐弯肯定会得到。啊，海贤老和尚得到了，我们看他的秉性，看他那一种真诚恭敬，那是孝敬的，把这两个字都做到了，把孝顺父母、尊敬老师的这个心用在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他孝敬两个字做圆满了，这个真难得。那我们要向他看齐，向他学习。啊，这么好的榜样，我们在这一生能够遇到，能说没有福报吗？没有福报的人遇不到啊，遇到了又不相信，这冤枉啊。不能冤枉别人，啊，是自己善根福德因缘，不能说没有，有有啊，不够深，不够厚，才有这样的信心。那么这个深厚如何在我们这一生把它补起来，这就重要了。啊，补起来没有别的，像海贤老和尚一样，一心专念，放下万缘，那就恭喜你，你会很快补足了。啊，我们看古往今来
念佛的大德，无论在家出家，啊，三年无宅，他就不做了。从什么地方看呢？从他往生了。啊，三年无宅，他就往生了，足了。不在这个世间受苦了，他有本事往生啊，跟阿弥陀佛通了，佛来看他，他要求佛带他到极乐世界去，虽然还有寿命，不要了，在这个世界上多住一天，就多受一天苦难了。早一天到极乐世界，就早一天就享乐。那是有智慧的人，是聪明人呐！啊，对于这个世间还有留念的。不是聪明人，不是真正觉悟的人，啊，在这个世界没起名度化众生，其实在活受罪也，哪里是度化众生呢？啊，度化众生这桩事情，是生生世世没完没了。啊，聪明人怎么样呢？赶快到极乐世界，在那个地方成佛之后，道家慈航来度众生。啊，为什么他不受众生，不受这些苦恼，这个人都不受了。他住在此地，跟住在极乐世界没两样。他得大自在，他不会迷失自信。啊，这样到这个世界。道家慈航，普度众生，行菩萨道。啊，那些人，释迦牟尼佛是这种人，大菩萨、大阿罗汉都是这种人。啊，在中国人心目当中，历代一些祖师大德。是这样的人啊，事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不通达明了的。啊，有些时候你不是这种根基，装糊涂啊，不是真糊涂啊。像海鲜老和尚，有时候也露一两手给你看看，啊，让你去反省。这老和尚不是普通人，啊，这甚深法藏，如来甚深法藏。两个说法都好，明心见性，没错。一句名号更殊胜啊！这甚深法藏名号，同是一切经、一切法。这是智慧啊，识惑认识了，认识之后怎样？下头一句，护佛种性，常识不绝。护佛的种性啊，护者维护，佛种性有多数。
下面念老不厌其烦，把这些说法全部抄在这个地方。那《探玄记》第十一卷是贤首国师《华严经》的注解啊，这个注解所用的本子是净译的《华严经》啊，那个时候八十华严还没有翻出来啊，东晋时代所翻的六十华严啊，《探玄记》是他注解的名称啊，这个里头说菩萨所行名为佛种啊，佛种是什么？是菩萨的行为，菩萨的行为四十六度啊，十大愿望又经引书曰：“法界诸度是佛种心。”啊，这两说正统，都是以菩萨所行的六度万恒为佛种心。啊，下面继续为我们解释。所谓度者，度是度生死流登涅槃岸，故以度为佛种心也。那我们学佛的目的就在此地。生死流就是六道轮回，如何能够永远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六道轮回，小乘就登涅槃岸。小乘涅槃，阿罗汉证得。大乘菩萨还要不断地向上提升，达到究竟涅槃。究竟涅槃是法身菩萨是真的。最后法身菩萨最后真的。这也叫回归自信，圆满的回归，不是局部。在净宗就是回归常寂光。融入常寂光里面，这是究竟涅槃。证得圆满的法身佛果。佛所说的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终极的目标都是一样的，就是度生死流等涅槃根。所以法门平等，无有高下。虽然平等当中，这是理上平等，事上是因众生根性不一样，有的法门适合你修，有的法门不适合。不是叫你一切都修，不是的。是佛是教人是学一门，无量法门里头你选一门，一门深入。
到什么时候一起修呢？明心见性，法门无量誓愿修。没有到明心见性，法门无量，你无从下手。明心见性的就通了，障碍没有了。啊，我们学一部《法华经》多难呐！啊，学了十年，《法华经》的玄义不知道。学都是学的文字常识啊，佛说《法华经》的精髓别人都没摸到六道轮回没出去涅槃岸很遥远的这是很多很多学法华、学华严的，都是这样的，能说不能行，不是真智慧啊。那我们看六祖慧能大师学法华，啊，法达禅师向他请教，法达是学法华。应该学了十几年了，啊，向六祖请教，学了十几年，没开悟。法华是一乘法，啊，六祖说这个经我没听说过，你学了这么多年了。念给我听听，《法华经》二十八品，大家都知道。他念到第二品，方便品。六祖说：“行了，别再念了，我全知道了。”啊，这就是“法门无量誓愿学”，要有这个功夫才行呢。啊，所以龙树菩萨把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教，他还用了三个月，完全通了。四弘誓愿排的顺序，我们要会看了。学佛第一个发菩提心。不发心，佛法跟你没有缘，一定要发心，特别是大乘，净宗是大乘呐。啊，菩提心是什么心呢？救度一切众生的心。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这是菩提心啊！啊，发了之后怎么度？先度自己，然后才能度众生。自己没有度，你度不了众生。那怎么度自己？烦恼无尽誓愿断。用什么方法来断烦恼？持戒修定是断烦恼的。我们现在持戒生烦恼啊，它不断烦恼啊。不学戒，他不知道什么叫烦恼不烦恼。他活得很自在，学了戒之后不得了，这一动就犯戒，啊，动个念头就犯戒，啊，一举一动也犯戒，这怎么办？听说戒是清凉，
戒是自在，我学了戒怎么不自在，怎么不清凉？你没有学到戒，你对戒完全不懂，所以你在那里受苦受难啊，受到老死，还继续搞轮回，还没有搞完了。啊，不是戒不好，戒律是圆融的。大乘教里叫大开圆解。啊，你在戒律里头的大自在。你要是不知道，不能够圆融，那戒律给你带来很多麻烦，带来很多障碍，你的心没有被戒律把它清洗干净，反而多了染污，什么呢？戒律染污你了，戒律动摇了你的心了。本来世界可以得到清净心、平等心，你现在把戒律执着、坚固执着，造成了另一种的染污。你看，世界法染污你了。佛法现在染污你了，那戒律带给人是清凉，是自在。现在你学了戒律，烦恼多了，顾虑多了，烦恼顾虑是疑惑。你没有能圆解，那在这个情形怎么办？我想学，老师都找不到。那老师是不是圆融通达的人，开悟的人？啊，持戒通达戒律，没有开悟还是不行啊。没有开悟的讲不圆呢，他解决不了我们问题。啊，所以烦恼无尽是圆的，用戒律断烦恼，就像这个树一样。我们要把不要这棵树了啊，怎么办呢？先把树叶拿掉啊，再把长树叶枝条拿掉啊，慢慢的拿到根，多费事啊。那净土宗怎么样呢？从底下把根挖掉，一棵树往上拉走，你要从枝枝叶叶的慢慢拿的时候，拿一个星期都拿不完啊！你从根把它锯掉的时候，你马上就拿走了啊！为什么？净宗是大宗持法门，知道一法就是一切法，一切法就是一法，从疑难里下手很容易解决啊，从枝叶上去下手可麻烦了，累死人了啊！所以烦恼要断尽了，开悟了啊！悟是本有的，为什么会迷了？烦恼障碍住了，盖覆住了，现在把烦恼习气统统去掉了，就啊，所以
实践目的是得定，得三昧，就是得清净心、平等心。啊，清净平等是定，有定就会开悟，下面这个觉就是开悟了。啊，清净心小悟，平等心大悟。啊，清净平等完全回归到觉悟了，叫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建立心之后，四弘誓愿第三条，法门无量誓愿学，广学多闻，在什么时候？在断烦恼之后开悟，不开悟只能学一门。学一门是什么？是得定。一门容易得定，门学多了就乱了，你得不到定，你得到是知识，是常识，你没办法得定，更没办法开悟。啊，定久了就开悟，开悟之后才能够学法门。啊，广学多闻，最后圆满成佛，佛道无上誓愿成。啊，我把四弘誓愿搞清楚搞明白了。啊，你们问我走什么路子，我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我走阿弥陀佛的路子。阿弥陀佛路怎么走？四弘誓愿我只修两愿，前面两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我有这个愿望啊，我尽心尽力，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一点都不勉强啊，用一句佛号断一切烦恼啊，念头才动，不管它是善念是恶念啊，第一个念头起来了，第二个念头呢，阿弥陀佛，不允许妄想冒出来，不允许有杂念生起来。你们的戒律很多，好多条啊，我的戒律就一条，阿弥陀佛，这叫我的戒律。哎，海贤做成功了，我也是走这个路子，简单明了啊，三句境界全在一句佛号当中，念念是阿弥陀佛，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清净平等我得到了。这个道理要懂啊，啊，你才真正学到佛啊，佛的秘诀你掌握到了啊，不但世间法放下了，佛法也放下了，所有一切经论，过去喜欢这个喜欢那个，现在全放下了，现在就剩了一句阿弥陀佛啊，一部无量寿经，一部注解，这是帮助别人的啊，我要把净土介绍给别人，这是我的材料。我问我自己呢，我自己连这个都没有，我自己就一句佛号，
跟海鲜老和尚完全一样。啊，念念不舍这句佛号，啊，这我干的。啊，一丝毫怀疑没有。这才是真心的，有怀疑不行的。啊，愿愿、念念都是求生净土，对这个世界没有留念的。这个世界是究竟苦啊，极乐世界是究竟乐啊，我们要放下究竟苦，我们要取究竟乐啊，人人都能做得到啊，平等法了。那问题就是你想不想啊？你要想，你就会得到啊。啊，在这个世界，无论是顺境，无论是逆境，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怎么平等呢？通通等于零，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在做梦啊，梦醒了之后，梦中境界没有了，永远找不到啊！所以知道一切法不是真的，是假的，假的放在心上就变成障碍，真的放在心上就是智慧，假的放在心上是烦恼啊。放真的，不放假的。什么是真的？阿弥陀佛是真的。你把这个放在心上，肯定生智慧，这就是阿弥陀佛的价值。啊，等到你得到一心，就生智慧。啊，没有得到一心之前，碰到问题了，豁然聪明了。不迷惑了，那什么？那是弥陀名号加持你。啊，随念佛，会念跟不会念差别很大了。啊，会念就是海鲜老和尚这三个条件啊，根性要开始培养，养什么？老实、听话、正干。意见很多的人不听话了，他有他的想法，他有他的看法啊，佛的话他不听，他不相信。啊，十年过去了，一事无成，觉不觉悟？还没觉悟啊！再过十年，还是一事无成，那个时候后悔来不及了。啊，学习的态度，这是神圣的教育。神圣的教育要用神圣的真心去学，你才学得会。你用妄心，别人都找不到。
传戒的法师没有说错，你们听错了意思，错会了意思啊！时间太短，他也没有办法详细给你解释啊。那么这个麻烦可能纠缠你一辈子。怎么解决？现在很多人有这个问题，我告诉你一个解决的方法。黄念祖老居士有一篇不很长的讲演，好，进修戒要报恩谈，我们这个圈有这个观点啊，大量拷贝，你们对于持戒念佛有问题可以看这个啊，更新力的人一遍就懂了，你问题解决了。更新差的人希望你看三遍，看三十遍你问题解决了。讲得好，我最近这一个星期天天在听，还没听完啊！我一天大概只能听一个小时，没那么多时间。其味无穷啊，法喜充满呐！啊，尤其打开电视，好像老人就坐在我们面前。他那个背景是他家的房间，那里我去过啊，我跟他在一起面对面坐过，看到这个画面就好像他真的现在眼前。讲得太好了啊，这是一个开悟的人的啊，不开悟啊，没有那么简单透彻啊，他讲的透彻不啰嗦，简单扼要啊。啊，我们听了多听会开悟。怎么样去听？用真诚心，用清净心，用恭敬心，你去听会开悟。啊，决定不能有怀疑，对佛法不能怀疑，对佛菩萨不能怀疑，对善知识不能怀疑，你就会开悟。啊，如果有疑惑，那你不会开悟。疑，障了你的悟门。啊，傲慢也障了悟门。贪嗔痴慢疑五种障碍，让你不能开悟，让你听不懂佛法啊。这五种障碍都没有，你一听就懂。断烦恼重要啊，我们再看下面啊，会书里头又有居住经论标准佛种性的，一共有四个意思啊，经但居其三，第一个众生所居佛性，众生心中居如来性，本来不变，能生过，过是超过恒沙功德，但为无明所蔽啊，
无明就是起心动念啊，虽有呢，同无，真有啊，但是你得不到它的用处。菩萨为心教化，开法比本具之如来藏，名为少龙佛种。这个意思深呐！啊，首先学佛要肯定，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也就是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佛陀教育，不但释迦牟尼佛一个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教化众生呢，立足点就在此地，是相同的。我们中国老祖宗是圣人，不是凡人。为什么？他们立足点也在这一点。你看看，同盟教学《三字经》，头一句：“人之初，性本善。”啊，本性本善呐！永远是本性本善。现在呢？现在还是本性本善，那我们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呢？习性造成现在的环境，不是本性。本性是佛啊，习性呢、啊？性相近，习相远呐、啊。先性相近，大家是一样的，我们跟诸佛如来平等平等，没有两样。啊，但是说习性呢，不一样了。为什么？诸佛菩萨没有习性，习性断干净了。我们今天完全随顺习性，本性不见了，虽有等于没有。这是事实真相啊！你对事实真相不了解，你怎么学？你怎么教啊？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啊，就懂得怎么学、怎么教啊。最直接的教，最快速的教，最稳当的教，就是持名念佛。啊，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它是第一法门。啊，你要是真正能信，我在净宗这个信，信这个词，我是用了30年的时间，讲经教学30年，我才相信。啊，虽然花这么长的时间，我的心跟一般人心不一样，我现在踏实。为什么？有许多大乘经论做基础。啊，30年也是没有白学，没有30年这个基础，我不能相信，不能接受，完全肯定相信了。你们没有我这个信心，你们没有我这30年讲经的经验呢。啊，这30年讲还要跟行结合，光说不行没用啊。你认识不透彻，
必须有行才透彻啊，才能到位啊，所以这个心得来不容易啊，哪有一天就相信，那是上上根人，那不是凡人啊，那是我们望尘莫及的啊，我们的根性中下而已啊，不是中上啊，中下而已啊，中下能够对经中升起真心，这很可惜的一桩事情，太难得了。那么我们相信这祖宗之德是三宝加持啊，没有佛力加持真的做不到啊，所以我曾经说过，有人劝我放弃会集文啊，改用康生凯的文字啊，康生凯的文字李老师给我讲过一遍啊，夏莲公老居士这个会集本，李老师过去讲过一遍，他把他这个讲解的要点都写在经书的旁边，我们中国叫眉注啊，他写的东西我能看得懂，我跟他十年啊，所以我用他的眉注讲过十遍啊，遇到黄念老的这个注解，我无量欢喜啊，85岁之后专门讲解念老的注解，这内容太丰富，83部经典，110种祖师大德的开始，这一部注解就是一部大藏经的精华录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经教，通通在此地全学到了啊！啊，纲领的纲领，总纲领就是一句名号：阿弥陀佛。啊，所以我曾经说过，全世界的人都不学这个本子，我学，我不放弃。我不受你们影响啊！为什么？我认识他。你们为什么改？你们不认识，不是货，我是货，这真的不是假的啊！认识的人的确不多啊，一知半解的人不少。那么菩萨教化众生，教化的目的就是要开发对方自信本具的佛种啊。佛种是什么？阿弥陀佛，自信弥陀啊。你看37年中峰禅师开始里头有两句话说，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
此方即是净土，净土即是此方。这是什么？自信本具的。这话不是假的，不是比喻，不是形容，是事实真相。你要真搞清楚，真搞明白，你就晓得你学习净宗是多么大的幸运，是多么大的福报。有史以来我们过去生生世世没有遇到过，这一生遇到了还能不珍惜吗？还能不往生吗？哪有这种道理啊？往生就是一切圆满成就，就成佛了。这法到哪里去找？所以先把根本掌握住，然后枝枝叶叶一看全明了了，一点都不费事。就是一切诸佛在无量无边世界对众生宣说的经教全通了，全明白了。你要行菩萨道，到处去学，你要学多少年呢？无量劫。你学无量劫，我只要几天就行了。所以这个话讲，菩萨也不相信啊。菩萨，我辛辛苦苦搞无量劫才搞懂，哪有这么快？你跟他讲，他不相信。但是是事实真相。他还没学通，到什么时候他明白了？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他相信。他相信净宗这一门是无比殊胜的法门，他明白了。所以要开法众生本具的如来藏，也就是他自心本具的阿弥陀佛。怎样去启发他，帮助他深信不疑，帮助他一心归命，信愿持名，像海贤老和尚的师父传戒法师，你看多简单，帮助他成佛，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他看准了，这个徒弟是上上根人，虽然不认识字，老实听话正干，又看到他处事待人接物真诚，心地清净，没有烦恼习气，对人恭敬。你看看我们在永思录里头看到的，一生没有轻视过一个人，没有小看轻视人，一生温和温柔，没有说人的过失，没有批评过人，一生没有生过烦恼，没有发过脾气，谁能做到？性情温柔，跟他在一起，没有一个不生欢喜心。头脑清楚，很灵活，反应很快，
啊，又非常勤奋，无论干什么事情，都非常认真，尽心尽力，把事情做得很圆满，让大家都满意。他这个师父，你说是什么人？如果不是明心见性的人，不认识他。啊，看准了，就这一句阿弥陀佛教给他，他全问题解决了。啊，我们今天修行，问题一大堆，永远不能解决。啊，这怎么来的？从贪嗔痴慢疑来的。啊，老和尚从小就没有贪嗔痴慢疑，或者是有比别人轻，不严重。啊，接受佛法之后，这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念个三年五载，贪嗔痴慢疑全没有了。那是什么境界？四一心，阿罗汉的境界。啊，功夫成片，像他那种人，2年可以得到啊，啊，5年可以得到，事业心不乱了。啊，10年他30岁啊，我估计30到40这个阶段，他明心见性了。他得到离心不乱，成佛了。啊，往生十宝庄严土，这真的不是假的。啊，不到极乐世界去，住在这个世界，陪我们干什么？表法，做榜样给我们。知道净土总有灾难啊，这个灾难就是反对回向本啊，不满意黄念老的主席啊，许许多多人出来批评，史无前例也。这么大的灾难怎么办？阿弥陀佛慈悲，派个人下来表法，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啊，默默无闻，不说一句话，我做出来给你看。啊，让我们对于这桩事情坚定信心，决定不动摇了。啊，一直念下去，我们个个都能够像老和尚一样的成就。啊，来佛寺3个人，老和尚的母亲，还有他师弟海清法师，啊，都是欲知时知。自在往生，没有生病啊，没有痛苦啊！啊，我们要学，要学他这个样子啊。我们将来往生也自在啊，也不能生病，不能有痛苦啊！啊，欢欢喜喜、快快乐乐，告诉你，我走了，你看多潇洒！啊，通通是表法啊！我们将来走的时候也是这种表法往生，众生才会相信。
末法，世尊末法九千年，真正成就全靠这一个法门，其他的法门都做不到。啊，学戒律的目的是什么？有人问我，让大家知道戒律很重要。我们怎么持戒？一句阿弥陀佛同摄三句境界。我们是这种持法。啊，戒律的作用，防非止过。我口口声声念念都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有什么非？阿弥陀佛有什么过？心里只有阿弥陀佛，过没有了，非没有了，那不就是圆满的持戒了吗？这个法子多高明，多简单。啊，他不在枝枝叶叶上，相国大人不在枝叶，他在根本上。啊，黄念老在《进修捷要》里头说得好，啊，也讲到这个问题，讲得很详细，讲得很透彻。那么这佛种不断啊。第二呢，以菩提心为佛种，华首金月，譬如无牛啊，没有牛，那就没有醍醐。若无菩萨法心，那就没有佛种。醍醐是什么？佛经上常说，醍醐是乃至品，乃至品里头的精品啊。乃是从牛里提出来的，啊，经过提炼烙，烙再经过提炼就酥，酥再经过提炼，啊，就醍醐。那醍醐什么呢？佛经上常常用着，啊，来比喻，用醍醐比喻佛，啊，用酥比喻菩萨，用烙比喻罗汉，他用这个做比喻。啊，那个牛是根的，根源的，那没有牛就没有奶啊，奶制品东西全没有了。醍醐是奶制品的精品。早年我在台湾刚出家的时候，道元老和尚在台湾是有名的。讲经的法师啊，李老师对他很赞叹，说他讲的经是受过专门训练的啊，不是随便说的啊，祖祖相传，他懂得这套规矩啊，这套规矩我们在台中学习，李老师传给我们有一部小册子，内典之研究是讲经的方法啊，是教学法啊，他还有一本讲演法啊，讲演书，在台中他曾经用讲演书培养一批学生，年轻学生
啊，讲的都不错，上台讲。啊，可是以后女孩子多啊，都结婚了，结婚又生小孩，都不来了。他很后悔呀，费了那么多精神。啊，所以以后的学讲经的，他的条件就更深刻了。啊，要求你要发愿一生不结婚，我就教你。啊，你要结婚，你不要来学。啊，所以我们那一年研究班有两个女生，真的一生没结婚。啊，这两个人都在。啊，这个照片我们发现我们这有一张，啊，印出来大家都可以看看。啊，这个果清法师也在里面。啊，六个男生，他是其中的一个。啊，这老师把这些经验告诉我。啊，我们了解这实际状况啊。啊，真正发心，做弘法护法、弘护正法的事业，这功德不可思议。啊，不要看现在，你要看未来就知道了。啊，这些人发这心的人，得诸佛护念，得龙天护法保佑我，啊，加持你。所以要发菩提心。下面这几句是：若有牛，则有醍醐；如是，若有菩萨发心，则佛种不断。菩萨发菩提心的人就是菩萨，不发菩提心人不成菩萨。啊，菩提心是什么心？大乘起信论里面说三心，第一个知心，第二个身心，第三个大悲心。那三心是一体，一个心，知心是菩提心的体，本体其实就是自信，真心。啊，身心是自受用，有体有用。大悲心是他受用，也就是我们自己生活用什么心。对待一切众生用什么心？啊，对待一切众生大慈大悲也。啊，慈是娱乐，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悲是离苦，帮助他离苦；慈是帮助他得乐。啊，那换一句话说，要帮助众生脱离轮回，这离苦，往生极乐世界得乐。净宗是大乘的，不是小乘的。啊，要用真心，不是用妄心。真心是什么心？清净平等。啊，所以我早年在美国讲菩提心，这个身心很难讲。啊，身心古大德的注解多半都是用好德、好善啊，好善好德了，这个是身心，对自己的心，对自己啊，我没有用这个，
我就用无量寿经的经体清净平等觉啊，对自己什么要用清净心，我要清净，我要平等，我要觉而不迷啊。清净平等是定，觉是智慧，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对自己的心要用正，对别人心慈悲，所以我说了十个字：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就是圆满的菩提心。那处事待人接物，张家大师教我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啊，以后我归心净土了，念佛。啊，我用这二十个字啊，在那个时代，二十多年前，在美国、加拿大、美洲地区，啊，讲经教学，都是用这二十个字。啊，对自己不要求名闻利养，啊，一定要求清净平等觉，比什么都重要。清净平等觉是自信的心得，啊，是自信的戒定慧，所以戒定慧不是外来的，是我们自信里头本来具足啊。啊，为什么变成贪嗔痴？贪嗔痴的反面就是戒定慧。啊，贪定慧迷失了自信之后，习性上变的。啊，习性把它变成贪嗔痴。啊，贪嗔痴的反面就是戒定慧，全是自信本有。一个是迷，一个是悟，觉悟，觉悟了，贪嗔痴就变成戒定慧；迷惑了，自信的戒定慧变成贪嗔痴。总得要搞清楚、搞明白。啊，迷了自信就变成烦恼，烦恼觉悟了就回归自信。一点都不稀奇，啊，自信的心得本来具足，啊，慧能大师说得好啊，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具足无量智慧，具足无量德能，戒定慧是德，啊，他的能力能破烦恼，能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这是以发心为佛种。那佛种不断呐、啊。那第三呢？以称名为佛种，妙啊！啊，念这一句阿弥陀佛，这是佛种。啊，我努力的念，天天念，不间断的念，你这个佛种殊胜啊！啊，三种说法还是最后一种说法最好。啊，同是前面两种，前面两种不包括念佛，念佛包括前头前面两种。啊，下面举宝云经曰：譬如种树，有其种子，立于腐败，具足生芽因缘。啊，这个树种种子，你种下去，啊，照顾得很好，啊，水分、肥料，
啊，都能很适当，它就生芽，它就长成小树，慢慢就长成大树了，这种子就长成大树。闻佛名号，如得种子，幸运持名，即是具足因缘，必得受记作佛，故曰持名为佛种。这讲得好啊，我们今天接触到了净土啊，想想这个十年啊，我们在十年前就选择这个法门了啊，那么到现在听了几堂戒律课就怀疑了，这个十年是什么功夫，自己就可以想想了。十年白学了，这小风小浪一吹就受不了了，你怎么能往生啊？那说一句老实话，你还是搞六道轮回啊。真的，为什么？你没有出离心，你不怕轮回苦，你对轮回还有相当的贪念，你的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一样都没有放下啊，还要给这六道众生去争名夺利啊，所以你的心不转，你的认识不清楚。十年虽然听十年经，一句也没听懂。啊，为什么你不能懂？因为你心上有障碍，你的障碍没拔掉。啊，那么以后再十年还要是这样懵懵懂懂的了，你就完了啊！人一生几十年，这弹指就过去了那出家的同学更糟糕，为什么？佛门有个谚语说，施主一粒米，大入须弥山，今生不了道，皮毛待交换。那我们吃的是现成的供养，不劳而获，这碗饭不好吃啊。啊，要不能往生极乐世界，将来要堕三恶道还债啊，欠多少人的债，还到哪一年才能还完，麻烦是真大啊。学了戒了，又听说常住屋不敢动，动都是偷盗罪啊，常住的饭也不敢吃了啊，我们真的是公开的。你看，每个星期六温馨晚宴，啊，到我们来吃饭的不是佛教徒，我们都不是供养啊。难道你们在家学佛的居士不能吃了吗？是不能吃，为什么？你不能往生，将来还债。什么人能吃呢？我一听到我念阿弥陀佛的时候，我决定往生极乐世界，那就能吃。
我把这个问题给你们解答了。啊，不念这个世界，觉生求往生的，供佛的饭我都可以吃。啊，佛欢喜啊！啊，佛来接引我。我现在发心往生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报了名了，就注了册了。极乐世界就有我一份了。我现在拼命念佛，万缘放下，哪有不去的道理？啊，我们动个念头求往生，七宝池里头就有一朵莲花，莲花上有我们的名字。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佛没有妄语啊。我们往生极乐世界，佛来接引，就是拉着这朵莲花。这个莲花的光、色、大小，就看我们的愿、我们的功夫浅深。啊，所以不要胡思乱想，胡思乱想没好处。这造罪业，我们想都想阿弥陀佛，都想极乐世界。为什么？我们的莲花越来越大，光色越来越好。啊，如果我们学了其他的法门了，啊，把净土放弃了，我们这个莲花在莲池里就枯死了。啊，极乐世界有生灭法，就是莲花，除莲花之外没有生灭法。啊，莲花的好坏统统是我们念佛人的念力、愿力跟念佛功夫。啊，去好好培养这个莲花了，莲花起大作用啊。我跟同学们说过，啊，莲花是阿弥陀佛愿力加持的，我们一般人要保佑啊。啊，莲花的最大的作用，就是你往生的时候，在莲花里头转识成智，起这么大的作用，转八识成四智，所以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你的身是法身的，是报身的，不是我们凡夫的身体啊！啊，是心现的，不是识变的，没有八识五识现所。啊，所以这个身不需要饮食，你说多方便？不需要睡眠，我们人生两大苦事，一个是睡眠，一个饮食。极乐世界人没有饮食，啊，他用什么生存？这个你要是真正修佛，你明白，一点不稀奇。色界天。就没有饮食了，在我们这个世界没有脱离六道轮回啊，欲界有饮食，色界没有了，无色界更没有了啊，所以我们这个世界高一等的天人，他也没有睡眠，他也没有饮食，何况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圣，是法性身，居住的法性土，法性不生不灭，啊，没有变化，有变化就有生灭，极乐世界不生不灭，啊，一切人事物都是不生不灭，无量寿啊，真的是无量寿。啊，你真搞清楚搞明白了，你对于世尊对于阿弥陀佛感恩，
这个感恩的心，感恩的情，说不出的，也是不可思议。啊，真诚的感恩，佛慈悲爱护我们，帮助我们离苦得乐，离究竟苦得究竟乐，我们的感恩也是无有穷尽。这个是心心相印，感应道教啊，佛怎么会不来照顾你？我们起心动念想佛，佛就现前。啊，已经养成习惯了。啊，不要想其他东西，想其他东西都是六道轮回。啊，只有一个念头，想阿弥陀佛。啊，菩萨、声闻、罗汉都不要想，到极乐世界，这些菩萨通通见到，通通欢迎，开欢迎会，欢迎我们去。啊，绝对不会说，哎呀，我都照顾你，我是观音菩萨了，你都不念我了，那是凡夫心，那不是菩萨心。啊，菩萨都希望我们念阿弥陀佛。啊，包括所有的菩萨，我们没有念，念阿弥陀佛，没有一个菩萨不欢喜。比念他还欢喜啊！什么道理我不说，你应该晓得。啊，念阿弥陀佛往生极乐世界，念其他的菩萨佛的时候不能生极乐世界，就这么回事情。生极乐世界才是这些菩萨佛门的愿望，他们的本怀。啊，我初到香港讲经，有个天台宗的朋友，学天台的，他不念阿弥陀佛，念本师释迦牟尼佛，就是我们跟本师亲了，阿弥陀佛距离我们太远了。啊，我就跟他说，念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欢喜啊！念释迦牟尼佛，不念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看到会流眼泪。为什么？你把他的意思全解错了，你把他当作凡人，还有亲情。啊，这出家人呐、啊！什么执着 啊，他的佛堂供释迦牟尼佛，家是阿难啊，跟我们供的不一样，他不能往生，他能证果吗？啊，至少小乘出果，看样子不像。那不能真的出国，麻烦大了，来生六道轮回，能得人生的大幸运。很多人失了人生，不能再得人生了，得人生难的。就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多么难啊！佛种是什么？阿弥陀佛是佛种当中的佛种，真正的种子，没有二话可说。啊，从阿弥陀佛生出一切佛法，从阿弥陀佛成就无量诸佛。比前面讲菩提心，比前面讲六度万恨殊胜太多了。
而且容易修啊。六度万恨跟发菩提心都不容易啊。可是这一句佛号包括了菩提心，包括了六度万恨，全包了。戒律里头三句境界，三千威仪，八万细心，全在这一句佛号当中。你说你多方便啊！真的掌握了大宗持法门啊，宗一切法，持一切义，这样殊胜的法门没地方找啊，是你前生修习的福报让你这一生遇到了啊，要不是过去生中多生多世修习的福报你遇不到啊，遇到了也当面错过。何况现在这个世界有许许多多的法门在劝你别念佛啊，你听了你接受了，你把这次机会放弃了，空过了啊！现在你不知道后悔，你死了以后就晓得后悔啊，那个时候后悔来不及了啊。我们把这句文念下去，闻佛名号如得种子，幸愿持名，即是居住因缘。弥陀经上讲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因缘是其中一个啊，信愿持名啊，你的因缘具足了啊。善根是不迷，福德是真干啊。什么人有福？念佛的人最有福。他到极乐世界成佛去了，世间还有什么福报能跟这个比啊？世间坐上皇上，坐上天王，也没有办法脱离六道轮回啊！这不能比啊，幸愿持名这四个字还得了吗？啊，这四个字偶业大师提出来的，简单到基础，真心切愿，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啊，就具足因缘，必受必得受记作佛，故云持名为佛种啊。居会书意，以菩提心与称佛名号为佛种心，足证本性，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宗，正是护佛种心，常时不绝也。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